林海峰一连六场，林海峰式旦夕广东话各演在红馆隆重举行。今晚的演出主要是以周润发、刘德华、吉黎明三位男星为主题，林海峰再现幽默风趣的演绎风格，将三位明星以民间特首形象着手，深入挖掘，丝丝入扣地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特有的一面展现在观众面前。他大赞发哥在香港行亲民路线，我以为发哥行山行了那么多年，他行你行他都是行这一套，为什么？因为因為佢行緊嗰條路線係咩路線啊？係叫做親民路線啊！識得行呢條親民路線嘅話，係好襟行嘅。唔識行嗰啲會點樣啊？咪行到腳痛咯。先說劉德華給港民留下的財產是，華仔帶俾大家仲有一句非常之重要嘅財產就係乜嘢？就係話俾大家聽，呢個地方係有你、有我、有情、有天、有海。有地冇貪啊！呢個特首去邊度揾啊？係咪啊？最搞笑的是，他生動地再現黎明取消演唱會時歌迷的反應場景。取消個表演，通常會俾人投訴到爆。但係黎明取消咗個表演之後，你有冇見到嗰啲歌迷係點樣噶？林海峰接受访问时笑言自己国语不灵光，希望大家多担待。一二三十五六长，对不对？长啊，怎么说？六长，不好意思，那你听得懂啊？我普通话不太灵光，但是我表演是广东话嘛，那现在要我说普通话就有一点矛盾啊，就没有关系。但谢谢大家呢。希望有机会去其他地方去再做这个广东话。好。问到刚才老婆彭羚在台下看他演出时有流泪，他听后很有感触地说：“我也看不到啊，在台上我看不到这个灯光，我不知道我看，但我感觉到这是感动嘛。年纪差不多哎，现在50多岁了，差不多啊。那要有些时候要一些表达。”啊，令对方知道一些心底里的说话，比如说跟妈妈说、跟爸爸说的一些说话，都要有好的时候就要说了。